刚才左边那个肋骨上痛了啊，左边肋骨上痛了啊。我看到那个帝王大厦啊，看到帝王大厦，帝王大厦。现在呢，他们原来是赛克是用那种电子飞碟，这次到那个帝王大厦，他们想考虑用大点飞碟，直接就挨着那个大楼啊，挨着那个大楼，把它就碰到切割掉一块，切割掉一块。因为莫名其妙就掉了一块，应该他们会注意吧？莫名其妙楼上掉了一块，应该会注意吧？哎，他们正在评估这个事情，到底实施还不实施？还在挣扎啊，他还在挣扎。如果把它刻下来，就是一个篆式的，就比较怎么一个描述法呢？就是一个。这个是大厦啊，这个大厦啊，帝王大厦啊，帝王大厦偏比较高的地方啊，偏比较高的地方啊，干脆来个飞碟就磕到它，转过去的时候就把它那挤掉一块，把它挤掉一块啊。他像这样搞呢，还是改变策略呢？他们觉得疑惑，怎么那些人总是不像那个不想那个飞碟上去想，不像外星人上去想的。如果想了，他们这个就结束了；如果没想的话，他想尽办法要整这个事啊。他现在很疑惑，到底怎么考验呢？因为他是观察那个赛格大厦啊，根据赛格大厦的情况来定帝王大厦啊。所以他们已经思考了很久了啊，一直在考虑到底用什么一个策略，用什么一个方法，一直在考虑，到底用什么一个方法。所以好像人家就帮摇一摇，好像帮摇一摇，人家那个不那么上心的西方商人想的话，那帮他磕一块的话，应该是人家会这样想的吧？所以他在还在评估阶段啊，还在评估，就磕掉一点，所以挤压到我那个肋骨的时候，挤压痛啊，对，挤压痛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